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集介绍的九巴281M 号线是来自两条接驳九龙塘站的路线，分别是服务新田围和大围的 81M 号线，以及服务显径的 88M 号线。自马鞍山线通车之后， 81M 和 88M 号线客量下降，由于两者的服务范围狭窄，故此在2013年合并为 281M 号线。合并后， 281M 号线往返新田围至到九龙塘站，新田围至到显径是原来 81M 号线的走线，显径至到九龙塘站就是原来 88M 号线的走线。初期 281M 号线的班次最密达到10分钟一班，其余时段就是15至20分钟一班。不过受到小巴和铁路的竞争，非繁忙时段客量十分之低，几年间班次逐步减至20至25分钟一班。屯马线全线通车之后，显径一带可以直接使用铁路往返大围和市区，进一步令 281M 号线客量下跌，大部分时段载客率偏低，故此在2020年10月起， 281M 号线班次改为全日大部分时段30分钟一班，并增加使用单层巴士的比例。
由於 281M 號線的收費平，所以現在的主要客源是新田圍和顯田的流水客。事實上，其中一部分的乘客是往返新田圍和大圍站，故此根據2021年巴士路線發展計劃， 281M 號線改為往返新田圍至到大圍站，並改稱為281號線。同時路線收費將會下調，班次亦都重新調整為15至20分鐘一班。
请紧握扶手。
如果大家喜欢今集的内容，可以 like 和 share 这条片，也可以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。 我们下集再见。